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，我是石涛。已经跟大家分享一期节目，讲的是林郑月娥啊，在林郑月娥关键就是路透社31号过后，2号呢，31号晚上的下午到晚上的警察的暴行，那是暴行了。警察装成抗议者，四处放火，啊，四处放火。扔燃烧弹的几乎就在我眼睛里几乎就是装扮成抗议者的警察，我肯定警察不接受这个说法。那你不接受这个说法，你就成立独立调查，你让跟此事与此事无关的人进行调查。如果你不承认，你不接受调查，公权力在你手里头，任意解释权都在你手里头，那你就是那东西，你就是那东西。其中有一个镜头很特别的，到现在我没有看到有人去否认那个照片，但这照片是有。一个警察穿着衣服，穿着那个抗议者的衣服，在点燃烧瓶，然后在他的枪配枪是放在屁股后面嘛，然后配枪露出来。我个人其实没太敢跟大家分享那个，是因为我也说，因为它是照片来的，照片呢现在这个 PS 的技术太高，是不是有人故意这么做？他讲了，他说这是法新社的记者拍的，在现场，那法新社记者的名字都有，连图片呢是一个图片库，一个新闻图片库，好像是美联社图片库，连那图标都有。但是我用英文去查了这个记者的他的图片，我没有查到。很多人都在用，所以因为这是一个这相对是比较谨慎的事情。带着配枪的人去，那个配枪是国内警察的配枪，不是香港警察的配枪。香港警察一般配的是左轮啊，我们看拔枪的，对不起，8月31号也开枪了，在维园都是用的左轮，那没有用这种另外一种手枪。而那种手枪我们在国内的警察拔出枪来，什么鸣枪示警，我看到的比较类似。当然枪的种类太多了，我也不研究枪了，我们只能看那个图像的概念。所以这是一个在31号晚上比较热闹的一张照片。那另外一组呢视频，三个人躲在桥墩后面，两个人去扔燃烧瓶，那边没有人，他扔在没有人的地方，然后呢过了大概15秒钟警察过来了，这些人跑了。然后他报道呢扔燃烧瓶袭击警察，你知道早在6月4号6月5号出现过扔燃烧瓶袭击警署，我们在节目中用过，那个一辆警车开过来了，有一爷们下了这个私人车了，然后就开始用这个燃烧瓶去袭击那个警车，那燃烧瓶跟那警车不得差7-8米啊，你动了燃烧瓶不就杀死人吗？杀死人你干嘛不往车上扔呢？扯驴的，全是警察自己干。说拿燃烧瓶袭击警署，他往大墙上扔，大墙灰墙上扔，你不砸玻璃扔进去，那叫袭击警署。北京话，那香港警察贼狗怂了，装洋蒜都装不出来。在这种故事的背景之下，就引起了香港人在1号、2号的这种冲突。而在推背图上，早跟大家解释了，对吧？推背图43，君非君，臣非臣，始兼威，终克定。所以现在香港走到了威字，那威字后面就是定。现在对于整个香港抗议的人而言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学生在罢课，罢工不罢工，而林郑月娥，茅坑里的鹅卵石，贼臭贼硬，
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而这鹅卵石呢，很多家里都做花景，他也弄鹅卵石，所以他有了出现的两面。这是我们看到的基本场面。所以在今天比较轰动的新闻就是林郑月娥的这个谈话和记者会。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一期他谈话最开始的表达的部分。我们反着说，他在记者会上他就变成了魔鬼的样子，跟那个底下谈话的概念两回事。美国之音这么报的，我相信跟美国之音报道有关系啊。就我个人来讲，他真正应该是把他原版拿出来就行了，但他加上评价。今天召开记者会有时差问题，他说他没有向北京请辞，并称自己有信心带领团队走出困境。他全否认，对不对？我没辞职。然后他讲说，前一天路透社公布了他与商界闭门会议的录音，他提到给香港造成了不可原谅的巨大的破坏，是他造成的。如果有选择的话，他可以辞职。就这么回事啊，就这么回事。然后他讲，我从来没有向中央人民政府辞职，我甚至都没有考虑过跟中央政府讨论过请辞。所有朋友会，他请辞的是在不同环境下都被披露出来。路透社在此之前也讲过，他已经辞职了，是习近平不干。那他现在公开上又说我没辞职，所以这是个两张脸。而在我个人眼睛里，三挑七的他以这样的方式坐死习近平共产党，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，这是他正反两张脸，他就这么干了。因为路透社披露出来的内容是明确讲他直接出卖了习近平。而我们早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过，他在这个香港政府工作了，就是政府部门工作了40多年。如果抛弃在97之前，他也工作了将近20年。那是英国人训练出来的整个故事、整个概念。英国人训练出来的整个概念。他在路透社的这个披露出来内容，他很奇怪，他讲的是英文。那他讲的是英文，他对商界的什么人讲的话？这是值得思考的，因为他没讲粤语。那在香港什么样的商界的人主要以英文为主，而不是粤语？这是值得商量的。所以有可能他在稳定香港的外国的投资商。他说不辞职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明面上那个录音是真的，他讲说他没有否认这段录音的真实性，很遗憾私下会谈的录音被公开了。你不就此地无银三百两吗？所以他说话已经颠三倒四了，我根本没辞职，那意味着什么？一切责任在我身上，不在习大大那。你看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周边的男人都会死在她手里的。她承认录音是真的，她扭脸又说我没辞职，那边上的男人你用他，你不死在他手里死谁手里啊？这可不是两面三刀了啊，这是四川的变脸，你都不知道他有几张脸。辞职很容易，但他愿意留下处理问题。问题都是他干的，他处理问题，制造矛盾，解决矛盾，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制造更大的危机，这就是林郑月娥。香港是个法治社会，最邪恶的就是这句话。他用英文说，当然
我相信很多人觉得我肯定有一个解决方案，一个政治方案，但我必须告诉你们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一旦问题升级到国家层面，达到某种主权和安全层面，更不用说世界两大经济体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局势之中。很不幸的，根据宪法要求为两个主人服务的香港特首、人民政府和香港人民服务的这种情况下，特首能够在政治上回旋的空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。他跟洋人说的，所以他在骗。这个事儿顶下去了，对不对？那牵扯到国家主权，北京不干。那两国经济体处在前所未有的紧张之中，那我就是一个，我就这么一个这么个位置，已经不是我能说了算的。他实际是这意思，在北京跟香港当中，香港人民的做法跟北京做法完全是对立的，所以不是我的责任，我没办法。你辞职啊，我干嘛要辞职？我也辞不了，因为北京不让我辞，这是对立的。在国际的层面呢，美国跟中国打到这份上，你们也在其中，你可别赖我，对吧？你可别赖我。所以如果选择的话，我宁肯选择辞职，但他选择不了，所以他这是退位图。在我眼睛里基本就这样。所以你危，就是香港的危机现在走到了最鼎盛的时候。当危机走到最鼎盛的时候就完了，因为整个事情是在中共身上的天灭中共的过程，而不是香港崩溃的故事。我以为是这样的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